棒，是的啦。明明之前哦，咱就讲好势啊，要甲话拢讲互开。要不过这件代志，我甲你温话，无讲实话。我无怪你，确实嘞。我等到爱替阮妈妈甲你分析嘞。我真正唔知影伊私底下来找你，请你爱体谅一下做妈妈，替查某囡仔说声是不是？我不要紧啦，啊，那边哦，我无关系啦。啊，你搁咧烦恼啥吓？其实我会当体谅阮妈的心情，那我做是我，可能嘛是安尼做。啊！你的意思是讲，你嘛要甲恁妈同款，用心观察我。我即摆心情嘛足乱的，我早就想过可能发生的状况嘛，想好要安怎去面对。不过，咱代志真正发生了后，我才发现，好无我家己想遐尔坚强，遐尔勇敢。我就只是一个普通的查某人。伫个里底，还阁有感情之间，毋知要安怎相处。我唯一会当确定的是，无虾米代志对我来讲比全全无法停的。我是顾虑到伊的将来，才我着顾虑我家己。这我了解啦。坦白讲，咱两个开始交往了后，有真侪代志的发展哦，甲我想的拢无同款。是哦，我最近有在想啊，假使你交往的对象是一个单纯、捌结过婚的查某囡仔，啊，厝内都无遐尼侪高超婚的长辈啊、是姊妹啊，还是特别正经复杂嘛。你莫安尼想啦，我唔是惊麻烦。是看到啥？啊！你明明光闯红灯，真正就危险的呢。我来跟你讲实在话，答应我，卖生气哦。敢是你进前在外口佚佗的时阵，是识歹朋友？当然不是啊，遐个歹朋友哦，早就无往来啊啦。这是你头先想到的，我怪阿姆把我的破脸收起，叫我留校查看。你买为我烦恼哦。我拄仔看到的，敢若是一个真久真久无见的朋友啦。我看应该是真久真久之前的女朋友。已经十几年无联络啦。吼，十几年无联络，人伫街仔路对面安尼踅踅，你就认得出。搁为着伊连性命都无爱讲，讲，你是不是到即马是无法度甲伊放袂记啊？唔是啦，是我介意哦。好啊啦，我甲你讲生笑的啦，我哪有可能甲你计较迄个古井前的代志？安尼就好啦，我拄只敢若是看到伊啊，也毋过我搁无法度确定到底是毋是伊啦。